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，吃肉旺财。在命理学里面，吃肉跟吃素，其实吃肉它会比较旺财，因为吃肉会让人呢比较有冲劲，但是呢，只要吃素的话，就会让人家呢比较清心寡欲，脾气会比较好一点。但是呢，吃肉旺财。它有分，它呢是需要的是红肉，而不是白肉。白肉就是鱼肉这一种的，白肉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，红肉的效果比较明显。红肉就是牛肉这一些的。然而呢，当中呢以牛肉还有羊肉，它是最会旺财的，猪肉是没有的。所以啊，你不要讲说哦，我吃肉旺财，我吃很多猪肉啊，嘿。猪肉没有旺财的这个特性，所以你八字假如呢是要金水的，就可以吃点牛肉；你八字假如是要木火的，就可以吃点羊肉；你八字要土的，这两个都可以吃。所以各位吃肉旺财所讲的是红肉为主，也就是牛肉、羊肉。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有空帮老师点个赞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